买了一袋那个猫砂呀，终于是到了。应该是猫粮，猫砂。我这个袋子我总感觉不好搁，有时候搁这个袋子啊，你搁一下然后就拉来了，有时候搁它都拉不来，没掌握方法这个。爸爸。嗯。到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面儿，面儿，你出来啦！他现在看到我就要出来，哇，你翻的这么乱。面儿，面儿，面儿，面儿。来，我给你放进去，放进去。他现在对我非常的亲热，哼，你看啊，来，喵，我去把这个碗给他洗了。这个可是美味哦，这个是一个朋友买过来的。我看一下吃多少，这个两一袋一天，然后一天吃四次，来吧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还是要到你这里面来，在这里吧。等一下搞翻掉了，快吃啊，放在这上面，快点去吃，快点。快点再去吃点肉，再去吃一点，啊，不吃了吧，肚子都胀圆了。昨天为了你几口包子、啊、被骂的没被骂惨了。他不知道我不把你买过来的话，你包子都没有吃的，是不是小猫咪？是吗？嗯。
自己玩了。好了，我要走了哟，我要走了，来测试一下敢不敢下楼梯。小猫猫，来过来，来下来下来，来来喵，咦，不错，再来再来喵，哼，来下来，咦，来再下边，来，咦，不错不错，来再来一波，对，嘿嘿，可以可以，不错哈，走上上，小猫猫上上来上来，咦，对，再上再上，来上，来进屋，来进屋了，快点，来过来进屋，哦对，嘿嘿，不错不错。要下来吗？来吧，下来。